我哋今日咧啦，呢个开心家访咧，非常之高兴咧，系请到荷里活嘅武术指导林迪安先生，阿安哇，哥，劲啊！多多谢，多谢阿嘉燕姐同阿凡邀请，系多谢。多另谢外多咧，谢。好多谢咧，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嘅会长钱嘉乐先生，好嘢好嘢，多谢嘉燕姐。做 show 咁，我哋而家好似系好多谢两位咧，喺百忙中抽时间咧同我哋倾偈，因为大家咧而家咧就睇紧你哋嘅节目嘅《不可能任务》啊。咁首先咧，我要问一问啦，阿嘉乐，你点会有呢个谂头，请到阿迪安哥帮你合作做呢个节目嘅咧吓？其实呢个节目咧，之前咧，其实嘉燕姐都有捧过我场啦，我又拍咗一个纪录片叫做《功夫武师》啦。咁其实我一路都系好想介绍我哋嘅行业俾一啲好有兴趣知道我哋嘅行业啲人。之后咧就总经理打俾我啦，掌门人打俾我，佢话喂有个咁嘅节目，好想揾我帮手。咁我就觉得几有意思嘅。咁但系我后屘谂下。如果一個人去做，又好似太錢家樂啊件事，咁我好想成個行啲人一齊去參與嘅。咁後屘我又諗下，咦喂，唔好淨係錢家樂啊！我覺得我哋依行發展得咁好，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人喺度參與緊咁。咁啊，適逢其會，我即刻諗起我老友林迪安先生。咁我知道佢放緊假啊嘛，最主要知道佢放緊假，因為唔收錢啊。佢长期最紧要啊，等钱使嘅，长期唔使系得佢啫嘛，系得佢同阿弟弟，即系仲有个谷谦超嘅唔等钱使嘅，系唔等钱使呢两个指导嘅啫。阿定安哥啊，咁啊，嘉乐已经讲咗佢点解邀请你嘅做呢个节目啦。咁其实过程啊，系咪都系你系俾阿嘉乐感动到你？咦，系去参与咧？因为其实佢又话明系冇乜钱噶啦，系嘛？但是參與的時候真的很多事要做的嘛，是什麼理由感動到你去做這個節目呢？是，其實呢，第一呢，我覺得就是真的錢嘉樂我們大家的友情，因為我們認識了超過40年了，是啊，咁咧，即系识咗佢咁耐，咁佢都冇好大气过我嘅，咁啊，真系，咁啊，咁啊，今次，咦，有好大气喎，咁样我睇下，好嘢嚟，呢个好嘢嚟嘅。系系系，点知佢一讲咧，第一样嘢话冇钱嘅，咁啊中咗我啦，真系冇好大歉喎呢条咁样嘅。咁但系后屘佢即系我哋大家慢慢倾，咁个目的系乜嘢啦？即系我哋今次做咩要做呢一样嘢啦？咁我当然第一个谂法就系、是、哇唔搞错，大佬我放假翻嚟，年几未见过女喺国内开工，咁然后。你而家我翻嚟放假，你又话叫我搞呢样搞嗰样，咁跟住大家慢慢倾下倾下，咦，系喎，我谂下咧，有一样嘢我都系感动到我嘅，即系系啦，就系、是、薪火相传呢一样嘢，因为其实咧喺呢十几年啦、啊、里面咧，系俾我深深咁感受到一样嘢，就系话而家嘅后生仔、年青人同我哋以前嗰个年青人系即系思想系好有距離嘅，係即係當然就等於我哋同我哋以前嗰一代都係有個代溝喺度。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喺我哋做嘢嗰個範疇裏面咧，我叫即係譬如我而家叫啲舞師，喂，你而家咁，你做啲乜做啲乜？咁咪我唔係啊，唔係啊嘛，做乜嘢啊？喂，你哋點解會咁樣嘅？原來佢哋同我哋嘅世界咧隔咗啲咩咧？隔咗啲冇我哋以前嗰種服從性啦。冇咁強先，起碼冇咁強。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嗰、那個，即係大家，譬如你支持我支持你團結嗰個心咧，已經係少咗好多。咁跟住我就係覺得，咦喂，如果今次有機會同翻後生仔一齊做嘢嘅話，咁唔好理咩嘢啦，教到佢幾多得幾多啦。即係你話十日裏面可以教到一個人識飛嘅，我亦都覺得冇可能。咁但係已經係好辛苦噶咯，佢哋。咁但系最终咧，系咪带到一个 message 俾啲后生嘅知道，就系话，喂，其实我哋做我哋呢行咧，你一系就唔好做。如果你谂嘅话咧，你要咁样，要咁样，要咁样，要咁样。首先要有三几点咧，系要话到俾佢哋听。薪火相传，但我哋就系咁过嚟噶啦。嗱，我哋钱嘉乐就系咁嚟噶啦。以前点解我哋要
即係大哥指導叫我哋做啲乜嘢嘢，我哋係義無反顧。即係除非你真係你都死唔到出嚟，但係其實有啲嘢你係逼到出嚟喎。只不過你係話唔得，你話唔得啫喎。但係俾人逼逼下，你又得噶咯喎。咁啊，證明係真係啦。錢嘉樂就係好，佢又好好喺呢一個節目裏面咧，就安排咗我做反派啦。咁我就得鬧人啦，好啦，咁又安排咗人啦，單獨入呢個位嘅啫。大家如果拍開戲就知啊，你呢啲動作或者特技嗰啲唔錯得嘅，一錯咗係會死人嘅，有時真係會。咁所以緊你係要好嚴謹啦，係咪先？咁但係今次都係有人受傷喎，有一位哇受傷得都幾嚴重喎，有一個係嘛？有個阿 Mark 女啊 ，Mark 個女啊，何慈欣啊，阿慈欣，阿慈欣，阿慈欣係都好無辜嘅，嗰、那個係因埋位嗰陣時，佢自己撞落塊玻璃嗰度撞爆咗條針，好傷啊呢、這個位。哦，我同阿林先生、阿林教頭啱啱去緊 toilet 方便緊，一翻嚟收到一個消息，哇，真係～我下次都唔敢同阿林迪安去厕所啦。下次我直情唔去厕所添啊！咁紧张嘅，我哋一去厕所，佢就睇唔开喎，真系哇！咁样就搞啲咁嘅嘢，真系晴天霹雳啊！不过都不幸中之大幸啦。咁佢都好有毅力嘅，咁佢始终都练武啦。咁佢翻去练咗八针之后咧，佢黐住个胶纸都翻嚟。开头话唔连针添啊，仲好笑。犀利，犀利，佢都唔得啊！后屘原来要连八针啊。咁跟住佢休息咗一日，面个即系佢话唔想耽误拍摄啊，即系嗰种心态啊，即系话我唔练啦，又惊即系咁样耽误咗我哋。咁啊，佢个心系好强，个黑好正。所以可以看到一班年青人，如果有機會咧，去知道怎樣去爭取咧，同埋努力咧，其實而家依時下嘅年青人都很努力嘅。咁同埋呢個節目可以俾到佢哋去參與咗一個咩叫龍虎武師，唔係好似以前做啲演員咁樣，好似少爺仔、少爺兵咁樣，一到埋位，我哋哇打好曬光，所有道具整好曬先至請演員埋位啦咁樣。咁啊，佢哋每一日都係最早到。同我哋一齊 set威亞，睇住我哋 set， 就佢唔識嗰度都睇住我哋 set， 企喺度睇住點樣著威亞望，點樣去幫手接紙皮啊、探熱。所以咧，經過呢個節目，我覺得呢幾個演員咧，以後更加尊重所有現場拍戲嘅崗位。咁我覺得對佢哋自己本身都係。再行遠啲嘅個演員世界，可以唔怪之咧。當你哋拍攝，我諗係中期到啦。我已經喺公司度聽到依班年青人講，佢話你真嘅，大家打足十二個精神啊，唔係玩嘅。但我想問下兩位，即係其實點解會揀呢一班嘅即係演員去到入去即係做呢一個嘅節目咧？因為我知道其實你哋之前都見咗好多嘅朋友咁樣去做甄選噶嘛。其實呢件事係幾正能量嘅。咁我收咗呢個任務之後咧，咁原來公司都有一班好年青嘅人，有一大堆嘅。咁佢哋都等緊機會，咁我都去見下啦。見下咁啊，點樣去維持到組成呢個隊伍啦？咁其實其中一個係林迪安嘅女嚟嘅。咁本來你要講埋本來，即係本來佢係好想入嚟，但係我真係跟住我都要替一替呢件事咧，其實係適唔適合咯？所以係好公平、公正、公開嘅。我以前咁啊，佢個女嚟到我，但係我後屘同阿迪安講話，你個女都有見嘅，不過咧依套。任務咧未必適合你個女，咁所以咧冇揀到。但係會唔會影響到你唔幫我手啊？但係林迪安就話一件事還一件事啊，咁啊，我覺得女債就付還啦，於是都幾好，還得好硬啊！還到咁啊，係咪嗰個女係咪參加星夢嘅？有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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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林子弟啊，阿嘉欣姐，你有冇印象 Venus 啊？系啊系啊系啊，我知道系啊。咁啊，钱家乐唔拣佢咧，咁我先至嚟啊，因为我惊搞佢唔掂咧，就真系天崩嘅。其实拣呢八个咧，系其实真系佢哋适唔适合摆喺呢度咯，唔系话公司要捧边个捧边个。咁啊，振朗咧，点解振朗就系公司就好提议，但系咧。
阿振朗其實係好忙，但係佢已經做緊男主角啦。咁、但係見嗰日咧，佢特登唔接通告去見 interview 我啊。咁佢講咗佢嘅理想啊，我想點樣啊，我係好想插一插先，插一插先。張振朗同我講咧，佢話佢好崇拜錢嘉樂嘅，佢話知道就係錢嘉樂主持呢一個節目咧，佢乜嘢都推曬咧，就嚟。去想做呢一個不可能任務啦，真嘅。OK， 我講完啦。嗯，你淨係講完幾句之後又唔講啦。唔係，因為呢個係真噶嘛。係 OK， 我明白。咁所以由佢開始，我要砌一個組合出嚟啦。咁我希望有男有女，有一啲年青咧，好多大多數都年青，但係其中阿古天祥咧，其實佢都係40歲以上嘅。嗯，佢原來做咗呢行嘅10-20年。咁我覺得我同監製傾嗰陣時咧，我就覺得唔好，即係佢哋固然梗係想有啲活力嘅人，但係我覺得阿天祥，我同佢傾偈，其實機會唔係淨係俾年青人咯，我覺得，就做咗20年都係需要一個機會咯。咁喺個言談當中，我見到佢都係等緊一個機會，同埋佢都幾有限，咁所以我先至叫佢入嚟玩呢個任務啦，即係玩啦，我哋嘅代號啦，咁其實都認真啦。但是我由他第一天，他其實就撈就撈了成20年了，但是呢，即是可以說不是一個新人來的，但是呢，即是他又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但是我覺得我這次挺好的，就是我找到我的拍檔林迪安先生，即是兩個都，他見到我們帶頭都這麼認真，而張震朗都做了男主角，但是都掉低些包袱去由低學做起，去由最初開始去學，咁所以咧，成個精神可以令到成班年青人又唔係好聽林迪安講，到最尾都知道呢個人係為佢哋好啊，同埋佢係有料嘅呢個人，有鬧你哋咧係即係佢特登又好又點都好，你嘅福氣啊鬧你，用呢個方法係好過唔睬佢啊嘛，係咪？用呢個方法你哋先至記得入腦咯。咁好在我哋又啱啱好一個化學作用，一個硬一個軟咁樣，軟硬兼施咁樣去做到呢壇嘢啦。咁我想問下咧，喺咁耐以嚟咧，即係嗱八位啦，你覺得邊一個嗰個改變，即係由低温入去嘅時候，你都可能會覺得佢都係即係有機會佢係會玩下唔玩嗰啲，跟住到最拉尾嘅時候，以為佢係超出我嗰個想像，有冇一個咁樣嘅人？邊個你覺得佢係突破咗自己㗎啦？咁樣咧？嗯，哦 ，OK， 其实咧，佢哋呢八个咧，我都觉得系由开始到完成呢个任务之后咧，我觉得呢八个都有好大嘅进步，系讲真嘅。就包括振朗啦，振朗系最稳定嘅一个，因为由于佢咧都拍戏嘅经验比较多，咁同埋佢都参与过唔同嘅古装啊、时装啊，有好多武打唔同嘅范畴咧，佢都试过，咁。雖然是這樣，但是他在今次的任務之後呢，我覺得他都是成熟了的，就是說八個裡面都是有各有得著，但是個最就是說一個我估計你不到啊，然後到最後是哇原來你都有進步了很多的一個呢，我就覺得是應該是 Sandy， 即如果說八個裡面就是其中一個，是啊，那 Sandy 呢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他在那裡打劍的呢，後來做古裝，他那一部分是打劍的，開始的時候呢，我首先他外形告訴我，哇你都玩這些行不行，跟著然後嘉樂告訴我，喂他是什麼，他玩瑜伽技術體操的，體操啊，那我們咦有這些 background 的，不厲害，咁啊，開始就慢慢，咁反而其他嗰啲嗰幾個男仔咧，睇落我已經覺得扎扎跳啊，係好活躍嘅，係啦，咁應該都得嘅，冇乜問題噶啦，咁樣樣。咁啊，相處落去咧，原來咧嗰幾個男仔咧，反而有啲嘢咧就係未必係 get 到，好完整。我同嘉樂想教佢，想話俾佢聽，你要咁樣，要咁樣個先做到噶，咁樣。咁反而 Sandy 咧，佢咧鼓勵唔到，我仲改咗個日本名俾佢，叫鼓勵唔到子。每一次咧，每一次我哋做動作，你出嚟試下，你出嚟試下，試到佢嗰陣時候，好嘢喎，
你又得喎，你又即係 OK 嘅喎，咁樣樣。咁我覺得佢首先就係呢個係喺呢一個任務裏面咧，我覺得佢係即係獲益係得最多嘅一個啦。第二個，如果男仔嚟講咧，我就覺得阿賢仔啦，賢仔係佢係唔錯嘅。阿賢仔啊，唔知咩嚇？打開槍嗰個啊嘛。係啦，係啦，開槍。孔德賢。啊！哦，孔德賢，孔德賢啊！我话我叫佢名字做好得意啊嘛，好得意，佢都几得意嘅。阿贤仔咧，佢诶，我觉得系话佢由开始嘅时候咧，可能佢都唔系好知道要做乜，但系佢系因为由于可能佢拍都有拍戏嘅经验啦，有阵时好想去问一啲问题咧，就系即系显示到佢，我明噶，我知噶。我知道拍戏是怎样的，我问这些问题很专业的。由这一样东西开始，我觉得是就是要改他这样东西。就是要改他这样东西。即你不要成、如果你在我和嘉乐面前不要说那么多，我四十三年捞了，是不是那嘉乐的四十年以上四十一二可能我做你啲咁多。那你是刚刚开始，当然我都知道你是开始有些事做。等等先啦，但是我们要够钟拗头，我们在咪后再讲下好不好？今天很多谢晒，系啊，辛苦多谢晒嘉乐同埋拗头先啊，我都未开始啊，呢条梗要讲两日啦，呢度拜拜，未开始啊，完啦，多谢嘉乐，多谢啊，静安，多谢，多谢晒。